贵呀、啊，你得都有好列好西这骨髓移植就值钱。那你要是不贵的话，骨髓移植肯定没你儿子的份。金钱弄成这个样子，张嘉玲你也有责任。高云雀，你帮我教训他。继续啊，怎么停啊？我调岗哦，无这么紧，马上甲上个小峰是啥物人抬死余德胜，就是予你时间考虑看要安怎做。伊就讲，正常来讲，余德胜无应该这么紧就死啊。你敢有对余德胜做了什么代志？我是会当对余德胜做啥物啦？这橡皮内面的手是不是巴力的？你是不是佮有啥物代志故意来侮辱我？啊，既然即摆只是破病状况无确定，你敢有考虑上无退算？退算。我捌拄过差一点仔失去全权的代志，所以我是无希望你甲嘉玲甲我同款拄到这种代志。我讲你这个无路用的青梅婆啦，安怎？你跟我录音？我搁要去法院哦，帮我发官听。你给我打电话看。好佳哉，我有啦。我若无啦，我真正唔知影你遐尼无法无天嘞。妈，这个新妇哦，我无要收啊啦。是不是我贵啊？你得等于好列好西这骨髓移植就值钱。那你要是不贵的话，骨髓移植肯定没你儿子的份。金钱弄成这个样子，张嘉玲你也有责任。高云雀，你帮我教训他。继续啊，怎么停啊？想叫你大家拢不爱让我知影状况，通过这件代志跟德胜的死嘛有关系。所有一切就交我法律来处理，这就是我的决定。好啊，也卖怪我。我已经给你机会了。好啊，咱再来看，最后明星的规条的，会是啥？